各位观众们，欢迎回到来收看 Officer CK 的影片。今天这个影片呢，是我们要护送钱啊，一大笔很大笔的钱，从来自别的国家来到陆生都，然后呢，我们要传送过去 Pacific Bank。我们今天是香港的这个保安人员。OK， 各位们，给你们回味一下上一次我的影片，那个一个最好看的就是那个水警影片，对不对？那船就在旁边这边了啦。OK， 今天呢，我们是要扮演着那个香港的那个保安人员，你们看一下，那个服装是大概这样子的。我上网彻查过，它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我就又找不到它旁边那个袖子那一边的那个什么那个按键啊，那个标号是怎么写，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很相似的放下去。然后呢，其他的那些徽章啊，都是用香港警察的那个徽章。好，你们看一下，这边是很多钱，是不是？这些钱呢，全部是我们今天要护送这笔很大笔的钱，从这个船这一边去到这个 Pacific Bank， 就是那个很大间的那个叫什么半洲银行啊，是吗？什么洲啊？这个亚洲银行啊，是应该是这样子 ，Pacific Bank 啊。OK， 好，所以像我们这个任务叫做 Build a Mission Armor 的意思就是那个车子很硬啊，我讲那个运输这个钱的那个车子是很硬啊。OK， 好，来，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吧。Escort to Pacific Bank, be caution。看到吗？底下写着，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护送这一笔钱去到 Pacific Bank， 但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OK，brother，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护送钱了喽。OK， 啊，这个笔钱在后面呢，很多很多很多，大概几百千万。哇，我想象一下，如果我的 subscriber， 我的订阅者有这么多的话呢，那么真的是疯狂了喂。OK， 上车咯，兄弟，上车上车。喂，你干嘛？哎呦，你看他真的是啊，这为什么跑去后面坐？哎，兄弟，不要跑去后面坐，后面是载着钱的，不是载着人的，好不好？正常点啊，不要做笨蛋啊，快上车。OK， 啊，正常了。好，来，我们现在先把后面的那个车门给关上先，以免那钱底下飞出去。OK， 来 ，Let's go。OK， 你们看一下前面就有一些香港警察 ，OK， 然后上面有一辆直升机，我相信你们都看到了。刚才那辆直升机呢，是我们要也是要，他们都会跟着我，就是护送我安全的抵达 Pacific Bank。可能中间会有一些坏人，还是一些抢匪要把我们的钱给劫走，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就使用这个叫做Bodyguard Advanced Bodyguard 的这个模组来 trigger 他们。然后呢，叫他们跟随我 ，OK？ 等一下，我还是叫我下车比较好，因为那个警笛好像没有出来哦。你看，警笛好像不能够出来。不要紧，我叫我们再下车多一次先，我上他的车仔细弄一下那警笛先。来，给我下车，现在。我要上你的车去弄一下那个警笛，我要先把那个警笛给 switch on 先 ，OK？ 也许这位 leader 啊，这位。啊，警长，他不懂那个水在哪里？哎，看到吗？刚才我用江龙，我江龙，你看到吗？你看到没有？看到啊 ？OK， 很好，好，下次记着啊，是这样子开的那个警笛 ，OK， 不要等到我去开，我是一个保安人员，虽然我很熟悉香港的这一个冲锋车，呸，我在说什么话？OK， 没有啦，开玩笑罢了，游戏的话我是懂啦。喂，你可以不要去坐后面嘛，老兄，我懂后面很多钱，我懂后面很多很多钱，但是你也不要去坐后面，我看得很不顺眼，你知道吗？后面是，我再讲了一次，后面是装钱的，不是来装人的，好不好？是载钱的，不是来载人的，尤其不是载你的 ，OK，brother，、okay? please。好，直升机全部已经跟随我了吗 ？Escort my vehicle， 快点。OK， 好了，然后现在呢，就这个直升机也是 escort my vehicle。OK， 好，来，我们可以离开这边了。但是呢，首先这边要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你看一下那个警察车子啊，它非常非常的，它都是很安全，遵守交通规则了。因为呢，现在我们走的这路线是也不是很遵守交通规则，就是完全没有符合交通的规律，所以呢，它是不会行驶出来的。我今天要用这个模组 manual 的模组把它给拉出来。OK， 好，给拉出来哦。
OK， 现在终于可以安安嘛，就是安安分分的跟着我了。好，来啊，护送我啊，在我后面啊，保护我哈、啊。我身上没有什么武器了，只有一支手枪罢了。OK， OK， 来前面这样萝莉啊，有一点稍微的慢了一点。那现在这个情景呢是在下雨 ，OK， 所以呢那个路上呢都会比较滑，所以要非常小心。上面的直升机呢都一直在巡逻。就是跟着我们，然后顺便在巡逻说：“哦，原来是前面有这辆火车，这个载着货车、货物的，载着这个货物的这一辆火车啊，地铁。”好，可以了，可以了，你可以走了。哦，你干嘛？你干嘛？干嘛？你退后！不要乱来哦，我是官方人物哦。OK， 我是政府派来的哦。OK， 啊，上面有警察哦，你不要乱来哦。我们今天任务是很重大的哦，那些钱呢，全部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州银行啊 ，Pacific Bank 啊 ，Pacific Bank 是其实还是有一个大州银行是吗？还是大州银行啊？好像是大州银行啊，没有错的话，就是这个钱呢是要护送过去 Pacific Bank 的，所以呢，你们大你们这些市民们啊，最好是给我安安分分啊，不要乱撞到我的车哈、哦，很重要，这些钱呢，全部是。来给你们用啊，明白吗？来给你们用了。OK， slippery， 的确是很 slippery 啊。看那个牌子上面刚才写着 slippery， 非常非常滑。现在地点 ，OK， 要小心，要小心。OK， 你们有没有发现到我这一辆护送钱的这一辆车哦，这辆 van 哦，你们看一下啊，我旁边是有 turbo， 你们知道吗？turbo 那个是怎么讲呢？不是一般的车都会有了啊 ，OK， 连警方的车子都没有，这辆车是蛮跑得蛮快一下的，可以讲是真的。如果万一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刻呢，那我就直接拉油，直接啊踏着那个油不放了，就这样子直接冲过去，因为死鬼摩托啊！如果我是警察的话，我早就抓你了。我看他好像是没有戴着帽子哎，没有戴着那个安全帽啊。Oh shit！ 现在还真的是很幸运啊，我今天不是警察。你看这个过马路的人不戴眼镜的、啊、你看被吓到哦，笨蛋来了，哎，好了，我们继续。OK， 这边是靠近哪里？这是什么呢 ？Carson Avenue，Carson Avenue 啊，这个地点是流氓的地区，所以要小心一点。好，没有下雨哦，太好了。OK， 雨后晴天。OK，this is very good。雨后晴天了啊，雨后晴天了，这是非常好的。慢慢走，慢慢走。Oh shit， 我听到枪声了 ，damn。Oh shit， 快点，我们把我们的车子先弯去这个地点，再躲起来先。Oh shit。哇，我的朋友指出话哦。我的朋友旁边指出话哦。可以拿出我们武器。Oh shit， 我要出去啊， oh, 我出不到 ，damn， 被车挡着了。OK， 为什么我朋友有机关枪，我没有的，我只有一支手枪 ，damn， 不公平。Oh shit， 还有。射！给他时间，给他时间。OK， 好。我看我先打电话给总部先啦、啊。我打电话给总部通知另外两直升机过来这地点先。Hello， 报告总部，给我多一辆那个直升机好吗？我担心这边的情景非常的恶劣啦、啊，有枪战哦。谢谢 ，Thank you 帮忙。OK， 好，来，我们现在 ，Oh shit， 我的朋友中枪了 ，Damn！ 等一下，诶，完了！哇，我报告那个总部，报告过来，他们那个直升机马上什么？马上已经把那些坏人给杀死了，警方也是到了现场了。哦，很好，果然很好。这样子的话，我看那个。直升机应该可以退回去哦，我叫那个验尸官过来先。报告总部，请求验尸官过来协助一下。Over。OK， 好，你们可以上车了。来，各位，香港的警察部队们，你们可以上车了。谢谢你们哦。哦，你们干了？哎 ，What the fuck？ 那个。不要紧，我们已经通知另外一辆了，另外一辆会前进了，另外一辆会往我们这里过来了。Damn， 刚才那个直升机我们搞什么鬼？应该是被
刚才的枪战呢开过猛烈了，所以呢导致他已经死了。我的 partner 也是死掉了。哇，这边搞什么事情哦？哇，小心 ！Oh my god， 那些市民们啊，这么凶恶干嘛？我们是警察嘞。OK， 这个是这辆冲锋车的铁，旁边那个铁，不要紧，没有关系，不用理会他们了。OK， 来，再继续的护送我，还有那个直升机也是，帮忙 escort me over。好。我们现在又回到了我们的道路上。小心，各位，让路先，让我过先 ，OK？ 啊，你们最好是停着，我红灯都可以过的。哎 ，brother， 你去哪里？哎，不要。OK， 你要去那边是不是？我知道你非常的遵守交通规则，很好，来，我就陪伴着你吧，陪你一起走一些啊，行驶一些非常遵守交通规则的路线 ，OK。希望你会以后会好好的感谢我哦，感谢 Magma 也刚刚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了，感谢 Magma，Thank you。所以呢，现在呢，我们是要。我们是要怎么样呢？现在，这样车干嘛？好，海象已经走开了。来，前面还有多一个 checkpoint 啊，就是多一个站。那个站呢，我们要去到那个地点先。OK。OK， 来哦。OK， 很好。Pacific Bank， OK， 到了。来，你这边可以玩吗？来，过来一点。OK， 他跟到我，很好，他跟到我。我看到我的地图那边有两个红点啊，我感觉到前面应该是有坏人了。直升机往前面过去，观察一下那个地点 ，Over。慢慢过去，小心哦。Oh shit， 真的有枪上来 ！Oh my god。哦，好多很多哎。No！ 哦不，不可以。我往过去一点，我找一个地方先躲起来先。快点的冲啊！破戏了，惨了，我失控了。哎呀，人不好意思啊，我撞到你了啦。喂，还没死哦。哈哈哈，我撞到你这么伤了，你还没有死啊？OK， 来拿出我们武器。血，这个。Oh my god！ 我看有人从直升机掉下来了。哎呦，这一场战争真的是非常的哇！又，这么惨啊！从空中掉下来啊！血，好痛啊！不给，这个带这一班这样强呀！哦，不能 ！Back up！ I need a back up！ Oh shit！ 啊！救命啊！不要，很痛啊！给他们死！快！给他们死！哇，好强啊！每个。OK， 打了。OK。现在还有一位罢了，在里面。原来他们驾着这种这样大梁的那种有机关枪的车哦，那个罗尼也有这样大梁，你看呢、啊、？OK， 那个家伙在哪里？应该是在躲在这一些铁，这些很大个那种重物的这个铁里面了、啊。我觉得啊，看到他了 ，I saw you， hello baby die， OK， 他死了。好，报告总部，他已经死亡了。觉得我们可以再继续我们的这个护送的这个程序哦。OK， 快点。OK， 好了，快点来。
我们再继续吧。来，各位，各位特警们，快点再上车。好吗？不是特警啊，他们只是一个香港的这个警队罢了，香港的普通警队。来，上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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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怎么有枪声？惨了，还因为撞死人了，撞死了警察应该是。OK， 三位警察。哇，那个警长存着，那警长坐在后面了。OK， 然后那边有一辆直升机，好像是已经翻了了。我不晓得还能不能 escort， 我应该是不能 escort 了。OK， 好，来，我们再继续我们的这个护送程序，快快快！退后先，退后先，退后先。OK， 所以从这边呢，我看起来这一个 squad 度啊，已经不能够再护送我的车子了，因为他的直升机已经烂了。所以呢，我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叫他剩下的那这两位废物军队呢，叫来来来上我的车吧，上我的车吧，因为就很爽哦。感谢瑞瑞瑞瑞 ，You subscribe 了 Officer CK 的 YouTube 频道，谢谢你，谢谢你，谢谢。在我这些这些情景会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当我在录影的时刻啊 ，OK， 我在拍这个影片的时刻呢，然后他在订阅我，他可能是看我其他影片的时候在订阅我，所以在前赛场我就感谢刚才那位朋友跟这位叫瑞瑞瑞瑞 ，OK， 前面的那个什么那个冲锋车子，赶快快点快点快点，没时间啦，没时间了，可以快点吗？谢谢你的合作，快点 ，OK， 来 ，Let's go。我们继续吧。其实路上那个什么那个路啊的那个距离啊已经没有这么远了，已经差不多要到达那个大洲银行了，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我们只能够说我们赶快罢了，因为很担心啊，你们知道吗，就是很担心在这个路上可能会遇见其他的那些嫌犯还是其他的那些匪徒。因为我们车上载着很多很多很多钱，这些钱呢，如果一被他们劫走的话呢，他们真的可以发达了，你知道，一晚间真的可以发达了。但是这些钱呢，全部是很多很多人命的钱来的。OK， 看一下那看起来那个冲锋车好像是被那些市民们的车子给挡着了，毕竟他是一个很负责任而且又很遵守交通规则的警察，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 ，OK， 我们现在等待海政子先。我看好像是拿枪，我开一枪样子 ，OK， 没样，每一个市民们被吓跑了，这样子的时刻就可以让他能够顺利的赶到来我们的这个地点了，赶快赶快 ，OK， 看我是不是很聪明嘞？啊，真的没时间啦，快点哟，借车啊 ！OK， 不要紧，你们不要乱动就好啊，很好 ，very good。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官方派来的，政府部门在执行这任务。哟，血，好危险啊！给我走快点，然后你给我走快点，不要跟我讲他又被市民们的车给挡着了，没有，很好，来，赶快，就在前面罢了。附近罢了，就在前面罢了，再转过去，然后左手边那边就到了，地点就到了。哦吼，手机，哎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放心，我们国家很多钱，你干嘛撞我的车啊？你那里不爽现在？啊？哦，每个人吓跑，每个人这什么车来了？救命啊！又是坏人，哎，我们不是坏人呢，我们是政府部门派来的。你看我的那个 partner 又跑哪里去哦？那个香港的冲锋车子，结果跑哪里去？还去兜风哦 ，shit。OK， 不要了，算了。前面有一辆车子停放在我该停的地方。OK， 因为这个 checkpoint 就在底下。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等待刚才那一辆冲锋车回到来我们的地点先。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Pacific Bank 啊。他的那个警卫啊的那个保的那个什么保安呢，是非常的大了，有警察已经站在外面拿着那个机关枪。OK， 所以现在我们就他可以下车先吗？我看我们下车先啦，他已经到达现场，不要过来了。OK， 好，
这样我们就叫他下车先。来 ，follow me， 他下车了吗 ？OK， 他下车了。来，怎么你的车上的警笛好像没有关掉这样的？哎，没有用的警长，你现在马上给我去关掉那个警笛。OK， 我要去拿货进入这个大洲银行了。A few moments later。OK， 看起来那个警长已经跑掉了，他驾着我那一辆车子了，应该是刚才我骂他没有用的警长，他就不喜欢了。好，来，我们现在进去里面这一个大洲银行。Hello， 两位，你们知道我是谁哦 ？OK， 我现在是要来把车上里面的钱全部给护送进去这个大洲银行里面。谢谢你啊。他这里写是什么 ？Talk to the security guard to get access to the vault。OK， 看来我们要跟那个保安人员说话，里面有那些 security guard 就是这些咯。Hello， security guard， talk to the security guard and say Bujalala。OK 啊 ，Bujalala， Bujalala。OK， 好，可以，可以，他可以给我进啊。原来要讲 Bujalala 才可以给我进啊。OK， Hello， Bujalala， Bujalala， you know Bujalala？ OK， good， 很好。他是懂普通话，什么叫 Bujalala？ OK， 现在我们要下去底下这一边。怎么？哎哦，不好意思。这个地方是非常怎么说呢 ？Top secret 的地方，哎，它是国家银行里面底下的那个仓，那个装钱的那个仓库。所以呢，我觉得你们这些保安人员跟我们这些警察全部都不可以下去底下，只有我可以进去里面罢了。所以呢，你们暂时不要 follow 我先，一切都会很好，放心。这边的警察呢都是很强大的，然后底下的保安人员全部都很紧的。OK， 好，来，我们再进去里面啊，不接了啦啊，我们进去里面了啦。OK， 然后这一边也是有另外一个 checkpoint。OK， bring the money into the bank vault。OK， hello brother， 我现在要拿钱进去里面了。哇，里面的警察真会跑出来哦。Hello， 你好。OK， 谢谢你啊 ，Thank you。哇，这两个也是，这两个好像有点奇怪，穿着有点跟我不一样。OK， 好，现在我已经把钱，哎呀 ，eliminate all terrorists， 什么？还有坏人没？等一下，我看个酒精先。怎么还有坏人没？等一下啊，我看一下先啊，到底是谁是坏人啊？是里面有内鬼是吗？看这帮家伙好像跟我穿的衣服不一样的哦。他跟我穿的衣服不一样啊！对，你们要去哪里 ？Oh shit！ 哇，你看他警察看到他是坏人了啦。这哦哟，还射警察啊，射警察了。哎，我射你。哎呀，我现在开不到枪。Damn， 救我！哎呦，他射我了！救命啊！他射我背后 ！Damn， 趁机打劫啊！这个家伙原来他不也是坏人来的，原来他已经通知了人了。你们看一下，屋顶上面，不是屋顶，讲错了，是第二楼第 ，sorry， 第一楼，底下是 ground floor 嘛，对不对 ？OK 啦，我们这个怀疑的话，我们就讲是底楼啊，底楼跟第一楼啊 ，OK， 你看第一楼看吗？第一楼，哦，那个警察死掉了，他的血染到满身都是。哎、yeah, ，shotgun， 哦，有血了，我不可以顶了，很难吃。你看他很强哎，那一帮家伙是什么人来的？感觉好像身上有穿了很多很多那一个很硬的那一个子弹都射不进的那一个防弹衣哎。Oh my god， 好硬哦他们。哦，血我中枪了 ，damn。哦，不可以，不可以，很难打，这个很难打。我看可能我要通知 backup 过来先呢。等一下啊，去死吧你！对呀、啊，不能。等一下，哎呦，我先冲过去对面先啦、啊。开枪射你呀、啊！OK， 躲起来先，躲起来先。躲错地方了啦，兄弟！哎呦 ，shit， 好危险呐、啊！不可以，不可以，躲错地方了。拿手枪率先。机关枪比较好，还是机关枪比较好？去死啊！你们去死哦！子弹一枪都射不到他，还好了。这边还有，那边还有，全部还有。报告总部，我需要到支援 ，over。帮帮我一下，支援 ！shit， 哇，他跑过来哦！去死啊你！别死也有 ，oh no， 还射到我了 ，damn！ 我剩一点点命吧哦，老板不要这样，哎呦，好危险啊！喂 ，shit！哦，我躲在这个，哦哟，快点快点，他们这个样子哦，很容易射到我头，我告诉你们，真的。Oh shit， 警察在外面，跟我进来，你们干嘛？啊、哦，很痛。
那个叫我跑进去那个收钱的那个铁里面了。那个我没有触发子弹，你还是射不出来的。Oh shit， 不能啊，很难打，很难打。Okay， 这边给你，这边人可以开枪，去死啊你 ！OK， 警察怪哦，警察怪哦，小心哦！哇，那个警察好厉害，好勇敢啊 ！Good job 啊 ！No shit。OK， 来大家给他死吧。冷静，冷静，冷静。哇，很多，好多，好多，真的是这么多！哎呦，我中枪了，耳朵被射到。Oh shit， 很难很难打，真的很难打啊！ Oh， 我要死哦，我真的要死哦，我真的要死哦！我不敢乱动啊，我现在我真的不敢乱动啊！子弹全部飞了乱飞，看那个桌上的东西就是被射下来了，躲起来先，老板。等下我要跑去个地方躲起来哦。OK， 现在那边好像那两个好像已经被射死了，叫向这一个在里面的这个叫冲进前进。去死啊！你们在里面的干嘛 ？OK， 看你有多么强 ！Yeah， 我中枪了 ，shit 哦，哇，别死耶哦，很硬哦，身上很硬哦，完全没有血，好像啊，去死！哎呦，我要死了，我真的要死了 ，damn， 不可以不可以 ，YC 了 YC， 我要死掉了。OK， 我看来我等一下。他们好像死掉了，他们身上拿着武器应该是比较强的，对不对？我自强都不够强吗 ？OK， 不要紧，我去拿他们的武器。他们武器在哪里？啊，他们武器间，他们武器在哪？等下，不是这只，不是这只，不是哪一只啊？这只对了啦！哇 ，Thomas gun 啊 ，Thomas 啊，来，我拿自强去干你哦！哇，去死啊！你在哪里？耶、yeah ！哈哈。不用回我这支枪，不用回你们的枪来对抗你们的话，我这是不是 Officer CK？ 我告诉你们，哈，终于都已经死亡了，哈，别看小我好不好？虽然我是一个香港的小小的这个保安人员，但是我曾经都有当过军事的好不好？我练过了啊 ，OK， 好，现在我们去 eliminate all terrorists， 底下还有一些枪声，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底下有枪声啊，对了啦。这个，喂，没有啦，没有啦，这个应该是，可能是五枪走火。哎呀，这个是刚才那个是谁啊？刚才那个，应该是我的 partner 吧？还是楼下顾着那个？应该是长楼下刚才让我跟他讲话那个 guard 来的。原来他也是坏人来的。OK， 好，下什么 ？Chase the terrorist boss and kill him。等一下 ，chase 谁？要去追人哦。喂，我看到红点了。红点哦，看到了，看到了，嘿，不要跑！哦 ，shit， 哇，射不到他，等下捡了，还要跑车上车，停下来！哦，他抢着，哦，那边有四人，那边有四名，所以我不敢开枪。哦 ，damn， 他架走。OK， 报告总部，前面有一个嫌犯想逃离现场啊！快点，快点，快点，金，你要上车吗，小姐？不要上车，我就走了。OK， 哇，这一场战争真的是没完没了啊！从刚才。护送那个钱到了这个大洲银行了之后呢，现在还要追飞啊，这个真的是够力。好看吗，各位？这个影片好看的话呢，记得按下你们的赞，把你们手中的这个赞呢送给我，别忘了在底下按个订阅，好不好？看面上红色有一个红色的点，红色这个 subscribe 啊，记得按下去，然后别忘了按小铃铛，好不好？谢谢各位，谢谢你们的支持，帮我突破10,000位的订阅者 ，yes， 然后能够追到这个嫌犯吧。赶快，赶快，赶快 ！Yes, yes, yes！ 哇，好厉害，好啊！报告总部，请求支援 ，Over。OK, backup units, come on, we can do it！ 啊，不简单了、哦，这个嫌犯真的是很强。哎呦 ，OK， 还要死掉哇！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他是哎呦，很难追啊，这个家伙真的是很难追。他好像比那个上一次那个 BMW Razor 还来得更加强很多、啊。OK， 报告总部，来继续加油，快点！前面的车辆不要乱跑，快点，小心哦，撞一下 ，Yes！ 还要停下来吗？停下来 ，Please！ 停下来，不要这样哎！啊，难打，真的是很难追，不简单。我又已经通知了这个空中的这个追捕单位了，空中的单位已经。进入了啊、哦！看到了，他已经停下来了。
来，下车下车下车，可以拿住我们的 shotgun 散弹枪，停下来，我叫你停下来，要停。Oh yes， 成功了 ，mission complete。他在车上被我射死了，哈哈哈哈哈。OK， 说、so、这个影片呢，各位真的是非常难，对不对？不简单。然后这帮家伙真是抢匪，哇！看射到那个头都断掉，流血出来了，看到吗？哇，这个情景好恐怖、哦，各位。OK， 各位，感谢你们的观赏啊！今天的影片呢就到此为止啦，谢谢你们的观赏，记得在底下按下订阅、分享，记得守着星期五晚上的这个影片。好啦，各位，拜拜。